泰国台商总会在曼谷举行慈善杯高尔夫球赛，吸引300多人同场竞技。驻泰国代表陈明正在开球仪式上特别感谢台商的善心义举，希望借由这个比赛的过程当中，我们也能够筹募足够的基金，未来能够帮助泰国需要帮助的人。晚间登场的慈善晚会，台商热情响应，有人捐出红酒义卖，也有人捐出球赛奖金，总计募得将近50万泰铢，将协助泰国清寒学生就学。我们取自于当地，我们也回馈于当地，所以我们每一年借着这个机会，大家以球会友之外，更能展现我们爱护这块土地，我们要回馈这块土地的爱心。泰国台商总会成立的慈善基金会，2001年和曼谷市政府合办义卖活动，引起广大回响。之后每年1月的第二个星期日定为泰国台湾日，并举办慈善高球赛，号召台商捐款，帮助泰国弱势民众。